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嘉伦。2022年，我就希望可以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我心所向，皆因爱之所至。从那个舞台表演形式不一样，其实就感觉还挺新鲜的。33 OK， 我有数空一种不同，我有数空一种不同，有数空一种不同。 OK， 风扇无愧称为我夺取你一次权威，驾驭从不限限范围。 OK， 我有数空一种不同。装扮自己，我是你大壮哥哥，我是来抢亲的。老师，同意150。又求我，哎，不对，人家是两口子。都这么个岁数了，急什么？他们呢？人师傅煎饼摊啊，煎饼果子来一套。原型不一定完美，我看就没这个表了。他能？哎呀，服了。以前我说的话，包括我做的很多事情，其实大家都记得，然后储备了很多，给了我今天这份惊喜。我真的非常的感动。我粉丝的名字我一定要画的，没他们没我，如果没有家人支持，可能我累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为什么要坚持，一切耽误了你们家人的支持。我携手前进，这个我一定会当做一个珍藏品，一直珍藏在家里，真的。好好做自己，带来更多好的作品给大家，不让大家失望。加油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如果等待，必会落空；如果守候，终究无果。你还会等吗？长意，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，一无退路，唯有前行。李希成，我想救人，我想保护大家，我想为了消防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再来一次，持续寻找其他被困人员，行动。我永远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林嘉伦，很荣幸获得了2022年中美电视节年度优秀青年演员奖。我来了，提前一分钟啊，非常的准点。看你们，好吃的真好吃。你也加油！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开开心心。坚定信念一定能实现。